OK 好一点吗？差不多，我看多，还剩多少？还剩多少？啊，还有10%，然后还得留个 2%， 不然我明天来了没意思。要了吗？天天的，啊，一个啊，我每个月都要接触一个女朋友。是啊。老师，不然我没借过来啊。哎。哎。都要。对。你现在怎么样？抬起头，抬起手还是会痛吗？还是那个？这。 是你的亲戚，谁的亲戚？朋友和朋友，就是谁来都可以。你啊，那个谁还要读？没。